花莲也有四个山洞啊，它是山洞洞口右边有一条小路下来，到那个我那边换了，就有这个。各位朋友呢，右手边的大楼呢就是翡翠湾，哦，那右手边那个大楼翡翠湾的福瓦大饭店，哦，那里是翡翠湾，哦，翡翠湾右手边，哦，右手边啊。来，各位好朋友，咱讨论这个问题，我想向大家报告，恁若希望见效的吼，我只是讲有点麻烦啦。四个小时，要开始全部回家。